啊，你你要安怎扫拢会使，啊，你了解无？会晓无？啊，我着要对这开始用，无你较好，你来用，我袂用做啊，你家己用。这一出就是做到翻脸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用那个墙角哈，细酸只要把它弄好。现在已经5:30了，铁定要开夜车了，没关系，加油，来开开过来，沙来，你人爱伫一边，哦，你唔好伫风头，来好啊。你有去挂 N95 无？无你先走，我咧叫这，你先走啦。吓，先走，因要收啊啦。什么？我才有咧啊！我等下甲你教，啊你买啊，你若明仔载用，你就会当用啊。啊，我等下会当，我即马先重点甲你补补就好啊。啊，买啊，明仔载你就拢会当采油菜啦。这个应该后来要再去买，这个好用。哎，这届比这届好啊！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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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。啊，这个后面的话不用拿出来，这个就可以第一泡，另外一泡再用了。后来，啊。OK， 来，各位讲，注意哦，你咧加落的时阵，卖大个加，你大大加，较袂规硬撑起来，硬撑起来。我即马差不多，我咧搅的混合比例，我是用1:1，吼。1:1哦。嗯，1:1。水跟。嘿，水加迄种1:1，嘿。因为我发现着，若用了伤水有无？用了伤水的时阵，伊迄个啥下骹石会变伤多，吼、哦！来，你甲翕，有咧翕你举好，举只举好，较远的，较远的啦，你有咧翕啦，你较远的啦，哎、欸，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再搅拌就很简单，因为用圆筒再搅很好搅，你搁后壁镜头后壁，你人徛后壁，哎、欸，安尼，我知影讲工头是咧做代志，吼、哦！然后你就是一直旋转，安尼你如果觉得等一下。不够的时候，哦，你再加。我的经验是气泡太多就是水太多，安尼。哦，我分享我家己的诀窍。你若拉起来像安尼有泡无？这就是代表水还佫伤侪，下骹佫还袂融化。哦。啊，你正常搅拌之后，它是上面泡泡是越来越小，小到几乎是快看不到那一种，就是像我们上一组补的这样子。哦。因为一般人不可能你去工地学习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老公家己要 DIY， 我也是第一次做，大家刚好扯平，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看。哦，啊，伊这圆筒好处啥？你不然你也是像，你伫个角度翕到啊？你像安尼无？哦，你安尼用，你这边搅拌，你看这，你看这，哇，你安尼用，这是不是一嘿一坨哇？这是不是你这样转，好无？咱袂输迄种水泥搅拌车迄、那个感觉。所以人讲滚筒式洗衣机也较清，你洗较清气就是安尼啊。我悟出的道理啊，吼、哦、好，我们就继续这样一直把它搅拌吧。来，哥哥你去试搅看卖。我不爱。无啦，袂使。你买后壁你爱用什么无爱？袂当不受教，知哦。你先用哪用洗，先用洗啊。这个再搅拌，这个不好用。这个先拿开。嘿。嘿，啊，过来洗洗。无用，内底有液，无啦，你爱洗啦。内底有固体啦，我知影啦，嘿。所以你爱家己搅，你才知影我的讲的所感。你先洗，嘿。一个换中心电换落去拉。那咧，伊就安尼啦。那旋转啊。无啦，那咧滑桨，那咧较轻松啦。无啦，迄上面咧轻松，你用咧，你家翕，我用，我用去看啦。你翕袂翕袂翕袂？抓咧，安尼翕倒啊。安尼手肘这样，你就这样转了。迄袂当轻松的啦，有无？无你要拿东西，这样子就好了。
吃完口感都轻松了。哇，你看气泡是不是有慢慢变小了？哦，啊，这个下面你偶尔再这样子，哦，啊一塞塞塞，旋转这样慢慢慢慢中间这样子，手肘拿着就这样转，啊，你看我来。啊，这个是换个边仔的边边用的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然后之后，你着厨安呢，换厨安呢，有无？厨安的胶，它很快的就可以弄好了。啊，这意外经验，这个水太多了，我们要再加。继续翕，来镜头较起来，镜头较起来，翕满啦。所以要翕这无啊简单，知意思无？你该讲啊，我来知。我来跟你讲起来。好好所以有些同学会在那里跟他靠北讲，啊，那个在那边直播怎样？你们看到的画面都是我想象中要呈现给你们看的，安尼来，无简单啦，哎，来，好，继续起播，哎，好。哦，你翕这浓度，你翕这，这样子的话就差不多刚刚好了。啊，这么咱就是该。搅拌好，这个浓度就可以。好，来，你来搅看卖，用我拄仔甲你讲迄方式，一支做轴心，一支做轴心，吼，啊，你管定重，哎，安尼，哇，啊，这个就是你们看，吼，啊看，啊，即卖来个伊讲，哎，感觉佫伤高哇，你得当水佫加一寡寡落，吼，我是感觉安尼拄仔好啦，嗯。好、哦，气泡它越来越小。好，直接跳进弄到好了哦。哇，开始了哈、哦！经过五分钟搅拌来，你要看特别，这个浓度就刚刚好了。哦，好，我们要开工了。赶快，好，我们从那个漏最严重的开始。哦，麻烦哥哥来掌镜一下。用对火停再开始嘛。水卡先塌了无？什么？主要先塌起。嘿，还好，你无啥会流啦，这无啥会流啦。好。嘛是要先塌啦。我先做我的，好无？我做我的，你尾下偷偷用的，无遐。会流入去啦。哎呀，你先闪过啦！我你是来讲这，含你做人开，我感觉真正要起痟呢。我家用，我家用吼。迄个尾下要分批用，你就先只用就好啊！你安尼吼，你当作时间足济哦。你咧做这火炖嘛无需要，就一定一边对一边开始做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啊，你你要安怎扫拢会扫，啊，你了解无？会晓无？啊，我咧要对这开始用，无你较好，你来用，我袂瘾做啊，你家己用。这一出就是做到翻脸，那么大的洞，那么大的地方，你可以接，你就坚持一定要对水坑开始做，对不对？较好你来用，你较好你用，我才看你偌好用，我才看你偌好用。你管定无火气，你爱用你绝对这趟就你无够用的啦！你爱用这支抹刀啦！我煞唔知，我阿都阿都你讲。这个承包大概就是今天传承给他，后来他就自己做了。我再看下我都变出啥物物件。所以有当时啊讲，你做这個，我们的，我要爱我后面。啊，你着先做别位水坑尾，后壁这死啊个，安尼听有无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啦，有一些人看到我，因为这边说啊，你怎么哇这边只会靠你来走，我的真正有较敖啦，安尼知哦？你那个在时间紧迫，你大面你不先用，啊，你买遐豆豆都用，你无爱。所以讲人讲硬等，你知哦？硬等就是脑筋不会转啦、啊，不是三小啊。啊！你着先遐先闪过，你先闪过，伊要捞，要捞几摆来捞。这边就先跳过，从这边开始做过去，全部做好之后，
这个你再慢慢用，是不是速度比较快？你不要看这个很多呢，这个用一下子就完了呢。那刚叫他拿那个灯再拍，不是要让我看的，是要让观众看，要补光的。我们要把这个第一现场呈现给人家看。再拍再做非常困难，我不骗你，你也不相信，你给他拍看看，你会知道你要气死，手也黏，手机也黏。我来泼你对平一半过来，要用地灰，因为这个量我看调这样还稍微太少。安尼唔只会紧，啊我跟你讲，你这支要撒过来，安尼先缩过，缩过，啊你袂你要拖再去拖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安尼才会紧啊，啊你这爱擦，因为这个缝隙都很脏，安尼擦落去过，动作才会快。你这尾仔关顶还佫用防水漆的，唔是干要安尼尔，啊！这纯粹安尼落来，拄仔做下水大。对啊，迄真正无搞，所以我甲你讲，你安尼过，你要用啊当时，对不对？那我用，我用啦。对啊，你怎么，你就直接这样撒过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会自己去弄好，安尼唔只会紧。来，啊，佮摕去泼。这拢怪，来，我要钓钓。你这夹棒哦，夹棒上重要。哇、哦啊，它一下子它就沉淀了哦，过来，安尼，再稍微稍微跟档，来 ，OK， 来哦，注意看哦，你来记啥招？你记啥招？过来，拖过来，无紧啦，啊，等下伊我都要甲他杀来，哦，这个是漏水的重点区，后来我都要我。大面呢，先扫过，哦，先扫过，用完来除出，有无？血血它是不是就会包上去了？各位同学，有无？包上去，啊多它拖多出来，哦，之后这边不够的再拖，哦，安尼左右拖拖，啊一定同学讲这无拍无啊，规个要撸起哩，哦。你无迄个时间啦，这样动作再喷才会快，胸部大，坚挺才会漂亮。那是较早国小老师教的，哦，哇，安尼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讲真嘞。我用水，你要敢用一支嘴都要讲的啥？我那个奇怪，我那个瞬间胶，瞬间胶用那个鞋子弄到水是不是都会那个？我改水过，我用都没，因为你不是正品的鞋子，对不对？加，我讲。那墙角，那边墙角边，从那边开始，这边，哎，有加个，哎，水坑你着人工时啊，个咱较去用得好，安尼走哦。
骨老了，不要紧，那个干嘛？吃到哪里？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头家一看袂过，也去选个师啊。啊，选师了，你也讲解释原因，让迄师啊知影讲你为虾米要甲杀。啊，你也讲会过，杀会杀，讲袂过，红豆杀。这个就是这样吧。来，赶过来，把它赶过来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就是斜斜的，稍微靠上去，好不好？你想就安尼，干呢淹没上去了。来，我来不来这个擦了啦？啊，这个部分粉尘的部分，细酸值它就是能渗透哦，所以你有凸不凸，不重要，还好还好。但是你也咧工作，做工课收钱的，你都爱工凸。啊，阮这是咧做家己工课。我们讲免涂就免涂，哎，知道？这啥小铁罩？好，来，再拖过来。哎，唔真紧，无你要杀民国几年？对不对？不紧哦。啊，就有粉尘刮除，因为它粉尘的话，刚好是。对这个墙角是加分的哦，这个天线包进来，包进来，嗯，包进来。嘿，你提下走，我要上街走过来，把它赶到这边。哦，这样子哦，来哦，仔细看哦，这样柜啊呢，它会自动满上去，哦。哇，有没有满上去了？有哈，是不是量又出来了？第二天量最大，总是比较尴尬。来了，啊，这想要做下水，伊就袂，迄个啥水就袂积水，走到墙角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做房间的啦，有诶，拢伫遐甲吐槽，白用是用一支嘴，你看嘛，我没有做过，你就看，对不对？不要一味的一直要跟频道主数落，今天敢拍出来，绝对有那个实力。你如果不相信了，你自己去运镜，自己运镜一边拍啊。单手拍单手做，你就知道有多困难了。后来，换只，这，好，好啊。啊，那边比较注意的部分就是这样，这边泼一下，加加就好啊，哦，加加就好啊。哦，过去斜面哦，往斜面进去。啊，才看了较厚的拖起哩，哦，才给拖，哦，不够的我们再拖上去，大部分都是墙角这边留下比较多，哦，这样，好，这样再扒过去，哦，啊，细酸值是什么？讲过了，想听的时候想听一次，就是加了玻璃粉的防水粘着剂，看得到，但是一。主要是要填缝，它不是要粘着，这不能给它赶，只要赶地，无师自通呢。所以那些工课莫戆做，知影？你要了解它的原理。好，阿姐，安尼就好啊。这后边不要，这个第二次哦，手工直接给。我跟你讲，剩下这些拿过来，安尼有够用，刚刚好，可以，可以啦。哎，是这，安尼过得我好，安尼我有够扎会使。我拉，好好 ，OK， 来哦，要一气呵成哦。这个做啥工厂？伊这上严重诶，来拼命工，真轻松，快乐得不得了，来哦。
拼命工真轻松，快乐得不得了。嘿，你等下，等下拖较快嘞，嘿，安尼，有啦，安尼拄好有够。无，唔是，这主要是墙角，这含线无线无关，有够高嘞。甲我赶过来，甲我赶过来。好，唔免，伊迄带好过来，拄好。过来，摕来。啊，我刀甲摕来，准备。拄好伊，你甲杀过来啦。我等下冲过来，一气呵成。我来讲哦，你等下把我豆豆用出来，哦，豆豆豆巢要紧磨啊。好，来哦，往这边哦。好，来开始。好，斜面这样，你看它是不是又吃下去了啊？叫做疗愈哦。啊、哦，全部吃啊，全部吃啊，再吃，再来。有做什么来现场算的无？这只包满得啊，不管啊。哇，这样的话，七寨用的保鲜站呢，它这都袂积水啊，它脱去啊，白龙血蟑螂功法啊，哦。你看这个甲物，啊，这个哇，直接要起来，哦，这个后来要打掉，我们再打就好了。所以主要我们先是把墙角的弧度，我、哦、先把它做好，哦，把东西水干盘，无多像一般人安尼，所以我不需要做工，我需要做头家，来哦，那同学，拢叫我伊去做包装啦，做看护啊啥，我来讲。我是要做啥？钢头，过一支锤，还个 YouTube， 来，走，来，搁倒来，这破嘞，安尼就好。啊，这其他这水管呢，用到遮尾，靠用手工维修。哦，伊这个流伊未像水流到安尼啦。好，好。哦，呀，我的腰快断了。哦，哦，来啊！哦，现在我们做的就是把它脱边出来哦。它上面吃的，我们就脱边，脱边啊，脱边好，脱边出来。伊这无脱嘛，无差啦，因为伊这部分就是要保护伊，嘿，让伊较悬。对，嘿，就是要安尼，啊，只只是讲家己有病，看得较水安尼。哎，要做算做一个小下水的迄、那个，哦，迄、那个感觉。啊，后来是会用一些那个把它修平。哇，安尼嘛。所以真正啦，嘿，有诶拢作家伫遐咧讲风凉话咧，甲我数落，真正无比啊。我就是做你看，是啊。嘿，有智慧。有智慧咧学代志，看咱袂当戆做。哦，即等下佫倒一挂来遮，来。有智慧咱无咧戆做哟。哦，这个部分，哎，倒来，即个顺道佮接无一块啊。嗯。好，安尼。这边。迄个，哎，好，安尼就够。哇，安尼。哇，对不对？好。好，再来。啊，像这碰过，尾才手工维修就好啊。啊，哦，哦，同学腰快断了。行，行，
不用伊，你擦青来擦擦。迄袂使擦青叶树，迄我有试过。迄先卖，迄擦青伊无写擦，因为伊这有晶体，伊会全部树甲伊的树甲规个擦青拢是。迄我已经研究过，第一天我就用了。迄那个部分后来再用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，我手机也无电啊，你也给它补光啊。啊，跟我手脚并用，所以我们拿公斤啊，我们拿那个那啥手电筒是为了呈现画面，那不是我们有着要看画面，那啥。来，你等下想办法把这直接把它吐出来。我知道，我来讲，用这种属性吼，伊无啥会流，所以你唔免烦恼啦。伊这是第一届水用较济呢。无啦，我知影，但是即马就是时间上是毋足赶，你像安尼，你啊豆豆抹，这个根本就不会流。啊，你若讲流小可。过一年的风水还阁顶得较好个，你知道？你拄伊讲你是讲惊着落雨嘛？那他现在没有下雨问题就 OK 了啊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有你用，哦，我骨啊骹都唔痛。你过来这边，哦，你家己用手感。啊，你买啊，你，我人明仔载无来喎，你都。家己要哪用，你就晓叫啊！啊，这像这管顶只哦，这个剩的甲倒来只，互伊跩抹落，用这，嘿，剩的甲倒来迄边，互伊跩堆啊，堆啊跩规个麻落来。你这土的，我来土个，我用我用，这有一个角度，你放伫涂骹，全部放伫涂骹。换好，水桶甲换好。哎，你若无到明仔载，再搁叫诶。慢慢爱就好诶。先爱就好诶。爱就好。啊，嘛看无嘛，看处理。来。好。撇起好。好 ，OK。撇了无啥成功。这明仔载你再用啊，反正你会晓叫啦，哦。因为这重点补好啊，还好了。来，我搁最后一泡个用具来，等下。哦，这个成功。哎、嗯，安尼。这啥事哦？迄不是，迄是外口的声对吧？好。还好我咧直播啊啥，放屁我拢不管。虽然是阮这要做型男，但是嘛无法度。好，来，三号，三号。这过过还阁做够用诶！伊这简单讲就是换一种高密度的弹性水泥，啊内底放迄玻璃细沙。我即马甲看这个材质，伊个原理是安尼。所以这做这手路足重要，我知，我知是我老了，手路你知道？叫了呀！阿姐讲，那个自己不是虎头蛇尾，干你们开钱，叫人用心做安尼，我不贵，贵是家己用安尼用头，要虎头蛇尾的，对不对？我纯粹来做 Q&A 嘛。这边，因为这家己 DIY 交代家己的过就好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啊，但是你啊讲真啊，要甲店家，你啊真啊要讲，店家要收钱人做，做安绝对用错的，讲法伤粗嘛。啊，这爱甲擦，吼、哦，擦会走嘞。所以有诶就是啥，为了酸而酸，哦，为了酸而酸。啊，迄种人啊，永远袂进步，你知道？永远不会进步。耶、欸，那个你有多厉害？你自己去补，自己去拿手机这样拍，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爱甲擦擦哦，所以我就讲水坑的部分，我为啥我边啊，我感觉无必要先砍时间伫遐临时伫遐擦哦，这个就是我的看法哦。
这隔壁这钢筋裸露也老，咱想要甲补补的。哇，安尼包起来，足吓怕的啦。对不对？你要老嘞，老什么？老懒觉。啊，这样。啊，这个部分哦，买来只爱用快干，无这买来只用快干哦，归内底才个塑形了，互伊渗透落，咱再过来用这包，吼、哦，以快干的分子给做油。啊，外面再包这个，好。你要先安尼，这厝呢我管定个啥子，哦。我讲是讲为什么这样自信？因为我有实力，我就跟你讲，知道？很多东西你要去想法去沟通。好，完工。我、哦啊、今天你们看到了，这个真是真的兄弟哦，就是会这样。哦，真正兄弟的是啥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但是如果说觉得另一半不 OK， 我们就是要去提出解释。你像你家咧拍，你是拍无够，我紧，这咧像咱人工搭咧这个土起来，你要用这个用，初步防水先做好，哦。安尼，啊，这个因为后面这边还要再打，哦，这个还要再打，打的部分爱规个走落。哦，走了的部分这个要打掉。好，安尼会使。我跟你讲吼，伊这种诶，无，不是，不是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你等下甲倒水倒足侪有无？对。互伊较清，啊，凊彩有无？这个破破诶，伊会渗透来，再搁加一层落。伊这袂当倒水坑会塌哩，你知影？吼。因为我是怎安尼收的啦，迄个是用好的时阵无，变讲你敢只诶，只较粗哦，只较抹抹擦擦的安尼，倒倒较破破倒倒就好啊。你用一挂水来，我甲你加。啊，这个要丢掉，较袂塌咧水坑内底。来，我讲只有水咧，来只我甲你讲，来，坑咧，安尼，哦安尼，哦这个。你这用到水的，也迄落，安尼，互伊小可渗透里边咧。我是讲安尼就好啊，板砖洗啊，好，这样就好了，板砖用啊。我正常是讲安尼无，啊你怎嘛？你剩的，这蛋甲倒落啊，伊就等于那成一个水性的，那个漆。可以吃下去啦，干边来用的是买好买，因为我讲伤注意，伤侪麻烦，伤侪惊袂到。好，很好，安尼甲做一挂，哎，你得用迄油漆刷沙啦，吓安尼，啊，伊迄都有输了，吓对，伊就输了啊，因为伊这是一个嘛是一个弹泥的迄种迄落啦，我有开研究的书，有无？伊是咪走落啊？我用个机来，吓咧！没想开啦，没想开。无啦，你好较开啦，因为你这已经用风水剂啊，有无？用风水剂，伊咧食袂较紧啦。你就是互伊，变佫加一层起来。反正这有好无歹啦。啊，你若这食落，代表下骹防水层啊无够的。啊，你食这落的时阵，伊的原理是讲这种的，伊拄到迄个啥，拄到烧也膨胀。我是听。听迄个啥老人安尼讲，啊，真诶假我毋知啊。互伊算搁填补者啊。哦，安尼。因为这边这就是我长倒诶，它就是有基本的，就刚刚讲过，它注意防水层，搁一层安尼。哦，等于是这个原理。哦，啊，这个积水的部分哦，弄掉。好，安尼就会动诶，是啊，啊，哇，啊，唔是无要紧啊，这爱撒开啊，
迄卤啊，嘿，用迄来，迄个，迄用，迄个炒粿，这嘛水性个啦，也是卖卖卖炒好，哦，卖小头，哦，卖小头好啊，好啦，先这样啦，好，先安尼，好，收工，谢谢收看，按赞支持，加订阅，哦，谢谢。